者大家好，我们是懒丫丫 Kiss 丫丫园丁。那么一年一度的 Kiss Fest 和亲子同乐日呢，又要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年是在10月15号星期天，地点就在 Arcadia 和林森三角免费入场免费停车哦。那么当天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，我们有丰富的抽奖，还有各种的资讯摊位。那么最有趣的呢是今天我们用大富翁 Monopoly 的主题来玩儿童慈善骑车的，所以如果小朋友想一面骑单车一面为社区筹款出力，我们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当天参加我们的 Kids Bike Race for Charity。 那么同时我们今年呢配合小小创业家的主题呢，还会主办一个小小创业家的儿童商展，所以大家可以来一起支持这些小朋友，让他们学一下怎么样处理金钱，学习做生意，支持我们的 Kids Fest Family Expo。 我们在10月15号星期天 Arcadia Community Center 见喽。